哎呀妈，这这么大的吗？你知道吗？你爸买的，4斤6两呢。哎呦我的天哪！ 哎呀，看过水。哎呀，我爸还要整呢。那手怕他不让关着。你别嘎手啊，这刀快。哎呀，吓的！呵，仔细手啊嘛。哎呀。 这个牙也得抠去。哎呀妈，这牙！这牙这么结实呢？这鱼大呗。这鱼人牙也有结实的啊。<笑>都。 搞点盐，这个也搞点盐。有没有刺儿？这个这个没刺儿，有点儿，好像也得有点儿吧。腌一下子，搁这一片胡椒粉，少来点料酒，来点鸡蛋清。 来点淀粉。我妈好像不想练功。不练功，好嘞，腌一会儿。南方酸菜啊，妈。嗯，跟咱们这酸菜不一样。 这回我买了个架子，买两个架子，他们都说我那高地也不好，所以我买两个架子。葱姜蒜，辣椒，剁椒，蒜椒，爱啥椒啥椒吧。 没事儿，看，也大鱼泡，跟那个螺丝似的，是吧？嗯。来点热水，来点盐，来点料酒，椒粉，鸡精。 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好喝，喝，让我妈快乐一点汤。来点小米辣，放点小葱。哎呀，来点芝麻。哎呀，妥了。这点酒仨人分呢。酒酿酒喝3顿，3天。酒酿酒一人3两3。你这喝还不是这样？不是，你这还有俩人儿呢。哎呀，我少来，你们俩喝。瞅不多也行。给。瞅不多这菜，哎呀，福哥给我的这菜家，这领导做这么硬的呀，还是。你这青红皂白绿。看我这个。嗯。
一两酒行啊，行，整挺好，就喝一两得了，咋？嗨哈喽，我是胖妞，今天我妈没出摊儿，今天歇着了，这两天歇两天，这天天也不卖货，整的比较烦躁，这买条大鱼，完了之后整的这个叫家常版酸菜鱼，是吗？嗯，鸡蛋炒圆葱俩菜儿，开饭，来吧，整一个，整一个来。这不摆摊挺好，一摆摊整的忙都。我妈煮这个其实一点都不过心哈。不过心，你跟着下锅，你变色就拿，就往出舀。这小鱼肉馅的挺好，挺嫩的。看点刺着吧。嗯。这一下就凉了，不少。一筷子就是。我妈吃我就吃。你看。那明天我不吃了，不吃你不饿。我爸今天就吃大米饭了。这些鱼得吃啥呢？泡汤，你泡吧。泡点也行。嗯。你先泡，你先泡，我不等了。总监今天辛苦了。鱼泡吧，给你。不要，你要吧。你要吧。那尖端货都给你。没啥用，有专门卖鱼泡的呢，是不是？有。专门卖鱼泡的是咋整的呢？你是不是给别人那整鱼，鱼泡不给他？嗯。也不贵，20块钱一斤。草鱼，这草鱼其实挺好。咱都是草鱼，嗯，比那鲤鱼强，是吧？这行业是鱼多，那些草鱼黑鱼。我大哥他们那天买的河蟹，那河蟹不好，我爸不愿意吃河蟹，嗯，河蟹没用是吧？河蟹有黄。我挺乐吃河蟹。嗯，那玩意就抓长。黄那么一嘎子黄，没有肉。那你还要多少黄？这个给你吧。我不要。你咋不要呢？我不吃鱼脑子。你看你打头的，你得吃鱼脑袋。我不行，我吃鱼我也行。鱼脑没有，对吗？我爸不愿意吃。你这头就是缩了味儿。那你就缩了味儿呗。不缩。还能缩了味儿吗？这我爸这等会儿再起，洗澡了都跑味儿了。这大瓶子呢？大瓶子，这有劲呢。百贵。这不咱那回买的吗？那天买的，600毫升。今天就这俩，我爸这俩，这是总监没批呀、还是咋的？那俩够喝。这大瓶子你不就喝俩？俩够喝的。来，嗯，这温度正好。我就一杯得了。你再多喝点行。喝那些吧。喝点行。我就喝一下这个是大瓶吧。明天早上起早。干啥去？我是上早市。哎呦我的妈！又上哪个早市啊？还上那儿去？上早市还上那儿去干啥呀？那没卖还上那儿去？你虎啊！早市咱领兵去也白扯嘛，有固定摊儿。对，就像咱俩那次去早市，你去那啥去了？去晚市。嗯。你去多早，人家该在哪块，人家还是你那原味。原味。你也不能给人占上。然后给你整个贝嘎拉地上卖不多少钱，完了还照样收你费。嗯。一样不少。那回咱俩去不就是吗？整大后边大后边去了，一天20块钱。完了呢？你要卖货的话，给他20块钱也行。那你现在也不卖货，你给他20块钱？关键没有时间呢。你咱俩也不会开车，咱俩要会开车的话，那车你学驾驶证去吧，要化学。他
那手给脚都笨，你还能学下去？这鱼还能敢上吗？等你学完再练完了，哎呦我的妈！再说岁数大人脑袋还迟钝，挺能闯红灯的，定耐法。我这开这么长时间没耐法。那你不用挺好着急。你没耐法也不用你妈指挥，你妈就坐副驾上。年轻看着健壮。你很不服气，明天你坐副驾上吧。不坐。不过他睡觉呢。净看箭头往这边指往那边走的，那玩意咱不懂。挺香是吧？嗯，挺香。啊，厨师长。这碗猪张毛，张毛不行。你咋不夸了呢？不行，吃鱼不能说话，一说话这刺儿不行，不好吐，怕卡住。那不耽误你夸。嗯，夸啥夸？夸爆鱼就麻烦了。他那都是假夸，你看那家伙，这两天上火，你这舌头都坏了。哎呀妈，那哪来那么大火呀？哎呀，那你是一天天的玩呢？还、哎，我脚挺好的，一天。你脚挺好。整一趟不卖钱，整一趟不卖钱，就当玩了。谁有你那心那么大呀？那你心思不上火，谁起大早玩去？哎呀，那也没办法。五点钟就起来，要这么玩可完了。你玩点啥不好玩这玩意儿？知道？太阳啥挺晒的呢，这玩那玩意儿。你心态要好。你看我爸的心态也好。嗯。那你们爷俩呢？那都是心态好呢，我的心态不好。这一条大鱼是四斤几两？4斤6两2。哎呦我的妈！真不少，花了60.04元，最后交了64.45元掉。我爸干财务一分不在差。你差啥？那有账的玩意儿，13块钱一斤。那还有鸭爪，你还吃不吃了吧？不吃了，咱们足了。真饱了。来呀，哎呀，我这些呢。嗯。来。哎。干杯！跟大家干杯！干杯！哎呀，我爸给我一口刚才，不容易呀、啊。嗯。酒足了。厨师长这点酒，这家伙能给别人倒一口、嗯、是吧、嗯？不容易。我爸总结一下今天。关键这瓶子大，这瓶子。整的怎么样？这瓶子大了，所以给你倒点。啥呀？总结一下。总结啥呀？吃挺好，喝挺饱。那个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明天见，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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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